这个战备时期，这个一这总共五个办公室，就是它那个坑道有两大门，听说可以防止河。我们慈湖全区的一个现况图，目前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在我们二号办公室的所在的地方，然后这个湖岸步道，然后这整个未来就是我们目前规划就是包含走过。 从前那个暂时体验区，去年十一，总统府还给我们，我们就立刻的进行一些整修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旅游观光是最值得投资的，因为大陆要三通以后，三通以后的话，多少大陆人觉得这些地方都是特别好奇的，因为多少年的话都觉得是要打仗啊，要了战备，可是他们看到的这些。 打仗战备的设施，成为这个旅游观光的点了。我觉得这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会对观光度假的这些地区，一定是考虑到跟大陆的市场啊，两方面都能兼容的一些地区和项目。 那你比如本地的纯粹的住宅，那么大陆的过来买的会机会会非常少，所以的话一定是要能够两边市场，特别大陆市场有客户有兴趣的地方。我们也希望他们有机会来参访之后呢，能够带动更多的观光客来到这边。 同时也希望吸引很多的好朋友，有机会的话，在慈湖周遭能够投资这些观光旅馆。那当然，我们后慈湖是受到管制的。我们希望经过环境影响评估之后，看有没有机会做部分的小型的 villa 的投资。那特别的啊，各位就可以看到这个是爆炸图，相关的道路建设也都做得非常的一个完善啊，那教育。